里边来，不好的地方你再看看来着。这个牌是谁呀？朋友们好，我是阿亮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树叶子，当有认识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但是这个树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法，它遇火之后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就像我们小时候放炮仗一样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呢？一起去看一下。呀哈哈